你喝茶，这茶是唐总特意吩咐我为赵队长准备的，请请。他有戏了。我这儿有些调查问题，希望您能够如实回答。一定，一定。您对死者生前有什么印象吗？没什么印象。他来也没多久，就上个月他妈妈才带他到我们这儿来的。他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孩子。 合同还在吗？拿来看看。找到了，在这儿。队长，我走访了陆明安的室友和同事，他们都说跟他不大熟，因为他是学生的关系，跟这儿的人没什么共同点。他就像个透明人。您。 认识唐小梅？认识，她是我高中老同学，服装厂起家，然后开了一家酒店，摊上这事儿也挺倒霉的。一只针哪有两头利啊？估计她是因为分了心，所以才对工厂疏于管理的吧。 哎呀，赵队长。 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，来，这是你爱喝的茶。这位小同志要喝点什么吗？我不用，谢谢。这几天辛苦你们了，希望你们能给厂里一个真相。毕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对工厂影响。 老同学，放心啊，我们肯定做到我们该做的。唉，这个孩子也挺可怜的，也不知道有什么苦衷。我已经请了莲花庵的惠民师太，明天给他超度，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。 你明天去趟超度会，见见死者的父母，把家属安抚住了，这事儿就差不多完了。情况已经很明了，李新同志，明安是在唐小梅厂里死掉的，他们就应该负全责。王平，怎么了？你儿子都没了，你还在做老好人？阿姨。 向我给明安上头香吧。儿子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，爸爸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 队长，这是那天超度会上的录音。 这是明安的合同，这是我调来的王平签过的拆迁材料。这是明安自己的笔记。这件事情另有隐情，队长，我们可以立案侦查吧？什么立案不立案呢？这就是一私人纠纷，不要搞大。 哎，唐总您好。好的，您先别急，我这边让人过去看看。太感谢您跑一趟了，唐总正在里面和他们谈呢。你一天不赔钱，我们在这坐一天，你还。
两天不回钱，我们就做两天，直到你赔钱为止。我看谁还敢在这办喜宴。你们的要求也太过分了，而且他在我们厂里就工作了一个月，我们厂里的待遇也很好，你们这样是没道理。我不管了，我儿子这么大一个劳动力，就连工厂劳动没有的，赔钱一千万，少一分钱都不行。李明安已经超度了，你们能不能给死去的人一个安息呢？钱阿姨，您怎么来了？老公公，老公公，你们把这些拿回去吧。摆在这儿，唐总还怎么做生意？你这个小姑娘，一口一个唐总的。年纪轻轻的就学会了官商勾结这一套，你们联合起来欺负老百姓啊？对，就是。我官商勾结，您可真会血口喷人。明安为什么会在填高考志愿那一天跳下去？都是您一手造成的。您不让他上大学，背着他跟工厂签协议。他是为了要摆脱你们才自杀的。咦，我们明安是工厂的员工，他死在了厂里，就属于工伤，工伤就得赔钱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你要控制他的生活。现在他没了，你还在利用。我真没想到，这个王平。这事儿我知道了，让你过去就是给唐小明一个面子，我们就不要趟这趟浑水了。我说了，这只是个私人纠纷，只要不把事情搞大就行了。可是唐总的这件事情……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我还忙。队长让你来的，不是，是我自己想要来看看您这件事情打算怎么处理。能怎么处理？他们这么闹，生意也没法做，只有赔钱呗。可是这么做对您不公平。有什么办法？他们这么逼我，社会舆论也逼我，有谁会相信我？
叔叔，你还好吗？儿子都没了，有什么好不好的？叔叔，我听说钱还没到账，阿姨他们就已经为了怎么分吵起来了。这事儿您知道吗？知道不知道的又能怎么样？今天是明安头七，他的天上会安宁吗？至少天上比地下安宁。您真的在意他的感受的话，就叫阿姨他们停手吧。明安他会想要这样被利用吗？别说了。不关你的事儿。应该会恨我的，恨我没给他做主啊。您现在仍然有机会给他做主。